在选择开启铺路通知功能之后，我们会看到它会要你选择一个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那我们选择台湾。最近 COVID-19 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不是暴露在风险之中呢？哎，这里是 Jigger 医生。其实我们的政府有跟 Google 的 Android 系统，还有 Apple 的 iPhone 系统合作，做了暴露通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现在就用 iPhone 来举例，如果你的 iPhone 有更新到 iOS 13.7 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在设定里面发现有一个叫做暴露通知的选项。那这个暴露通知的选项点进去，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开启暴露通知，同时还会有一个暴露通知的技术说明。在技术说明里面，它有提到其实它是使用蓝牙的系统来监测你过去14天之内有没有跟任何的确诊者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同时它是一个去识别化、去中心化的功能，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行踪是不是被政府或者是被手机厂商所监控。在选择开启暴露通知功能之后，我们会看到它会要你选择一个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那我们选择台湾。接着它会告诉你台湾的确有暴露通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它会请你到 App Store 下载相关的 APP。 我们接着点开 App Store，在 App Store 的搜寻里面，我们可以输入像是暴露通知或者是台湾社交距离。 OK， 那我们接着就可以查到了这个 APP， 下载下来。在下载之后开启，它会再次的说明相关的技术以及操作的模式。那我现在开启之后，它就直接告诉我我并没有在过去的这14天内跟任何的确诊者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选项栏，我们点进选项栏可以发现它会有一个确诊者的随机 ID。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运气很不好，到了大医院检测发现你真的被感染了，同时你也有开启这项功能的话，我们就把它这个点开输入，接着在过去14天内可能跟你有过近距离亲密接触的人呢，他全部都可以接受到通知。注意他不会知道你是谁，但是他会知道他可能在暴露的高风险之中。这个时候他需要注意自己的症状，包含有没有发烧，或者是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像是咳嗽啊、流鼻涕、喉咙痛、呼吸喘、呼吸困难等等。那另外政府也有可能之后就会通知他成为自主健康管理甚至是居家隔离的人。这样子的一个防护网越多人使用，保护的效果越大，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看完影片之后就赶快下载，同时开启。一个是可以看看你过去14天到底有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任何的确诊者，第二个是保障你我以及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的安全。好的，本期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留言、追踪 Jigger 医生，我们下一支影片见，赶快下载，拜拜。